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来到了这个我设计种植的楼顶花园。这个地方坐标是浙江省台州市，是一个工厂的公司的楼顶。现在这个花园里面很多植物到达了高光时刻，这个花园我认为现在是最美的时候。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花在开，还有它的整体布局。准备好了吗？开门。首先进来呢，这边是一个沙粒花园。这种沙粒花园的风格的巅峰代表作，我认为是英国的 Beth Chatel 花园。这个花园大家可以去搜一下，它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。整个平铺的沙粒中，这种路面的分界不是很明显，然后植物就直接这样子种在这个沙粒的上面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沙粒花园的风格。沙粒花园的南侧是一个英式的乡村厨房花园，这里面种植了很多的蔬菜，但是周边的话是一个一米宽的观赏月季花径，有一些大丽花。还有一些可食用的蓝莓和草莓之类的，所以这边这个风格就比较像一个典型的英式厨房花园。除了这些果树和蔬菜之外，这边还种了很多搭配月季的一些花茎，比如说这个老鹳草、